今儿上菜呀，光吃了吧？这不能吃。今儿上菜呀？这熏还没长出来呢。这也得光吃吧？不知道。要不搁点儿稍微吃，很冷。这不能吃嘛，别瞎胡吃。这舒服都发芽了，你看。当真是春天来了啊！这是啥树啊？这是柿子树吧？那个嘞？俺大爷种的，那个也是柿子树。这个树长两年肯定不少了。嗯，我说俺小的时候，俺那个楼没盖的时候，俺家有两个大柿子树，大的是每年拿柿子结的都长，那不大长的，都烂完了都吃不完。小磊。嗯。我觉得我这几天想了想，考虑了考虑，我觉得我还是应该把我怀孕的事给俺妈说说，毕竟这么大的事儿，是不是？晚上也不好。你觉得呢？我害怕到时候。没事儿，早晚都得面对。啊，不想叫他知道，不想现在不想告诉他。那早晚都得知道吗？昨天检查了，已经说了，可能都已经两个月了。他说是一个多月还是两个月，反正没有确定。然后你看那个肚子都显了，给他说说也是对家人的尊重，对不对？他如果不同意的话，咱再商量吧。现在忙这个钱，你不想忙这个钱咋整？他是俺妈，你早晚得面对他呀。要是俺俩之前已经去那边儿啊？你问的话，你就该问我。我肯定想让家里边人都好好的呀，到时候好好跟他说说，不用害怕。中，你跟他说吧。嗯，那我晚上给他打个电话吧。嗯。我先说好啊，不是了，那发了芽你别摘了，人家刚发了芽你摘了了。那妈呀，不知道你要咋办呢？好好跟他说说呀。赶紧出你的实际行动去感动他，去感化他。有气儿都唱得好听。那以后能帮我努力挣钱，对不对？反正还年轻的，来查查。嗯。你问问他说吧。嗯。